二小队代理队长 Bronya Sajcek 已抵达圣方丹。现在开始对第三小队的增援任务。Bronya， 就在刚才，那之后，恐怕是敌人的心会有非常不好。现在一队，明白。当务之急是找到失联的第三小队。悬浮建筑是在大桥的方向。雅一，啊，怎么了？伊卡洛斯核心的机能似乎无法启动，我没法越过障碍物。稍等，我咨询一下技术班。知道原因了，因为调试时间紧迫，降落石油产生了大量消耗，核心功能不足，可能进入了休眠状态。也就是说，需要给系统重新充能。Bronya， 你附近的街道上应该有许多红色的晶体吧？是报告中提到的红晶，随处可见。这些晶体还有极微量的崩坏能，可以用来激活伊卡洛斯的核心，把它们当作电池使用吧。这些怪物就是报告中提到的敌人，就像是人为组装的会周末，没有智能，只是在依照指令行动。但第三小队应该已经消灭了相当数量的敌人，可他们依旧在不断出现，源头究竟在哪儿呢？火力浮游单元重装小兔0019的首次实战，感觉如何？说实话，超乎我的想象，没想到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让019再度进化，研发部门的技术能力真是不容小觑啊。你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拼命的研发管线也顺应时代做出了改进哦。
充能完毕，重新启动伊卡洛斯吧。波尼亚，一个好消息，你的两位队员也降落在圣方丹城区了。是第二小队其中两位成员吧？对，但都是现在二队队长和其他队员。代理队长，我相信你，更何况主将。哼。喂，能听到吗？队长，听得很清楚。是我。Brania，吓我一跳。提米朵丘特队员吗？是。这次声音又太小了。啊。啊，因为那确实是怪物，忘记说了。是。哎，怎么说呢？谢谢你，提米朵。莱尔。收到，放心吧。总之，待在远。拜托了，德丽莎。算了，走吧。第二小队代理队长 Bronya Sajcek 已抵达圣方丹。他们的坐标是在大桥那里，也就是那座悬浮建筑的正下方。这是。喂，喂喂，克洛迪队员，队长，十分抱歉。稳妥起见，明智的判断。哦，那是我。正好，借我一用吧。这架狙击枪可以利用，正面进攻应该也没问题。这种时候，就相信直觉吧。果然，越靠是错觉吗？队长，他们都被我解决了。什么？这……那我们不……接下来从他们的遭遇来，所以我需要你们留。啊，这……如果半小时后还没有……可是……不用担心我。嗯。接下来第三小队，压力。
身后，我会保护你。啊，我还可以战斗的，让我也助队长一臂之力吧。那就跟上我。
断掉了。罗尼亚队长真的好厉害。保持警惕，在下一波敌人出现前抓紧机会撤退吧。队长，坚持住，我还等着你给的优秀呢。别担心，亚裔队长不是会在这种地方倒下的人。是的。喂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站起来，我扶你。前辈，他已经失去意识了。卡鲁尔队员，跟紧我，我们原路返回圣方丹。这是罗尼亚队长。卡鲁尔队员，你的队友为什么会有死尸化的痕迹？